陈委员曹宗祥啊，也是司仪非常非常好的好朋友啊。那他们呢，就是由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啊，有一个最完整的套路。整组完整全校的哈，我们广城中华民族升旗了哈，非常的简单哈。那每一年只要我们中原城隍啊，这个绕境啊，只能说啊，决定啊，也是会派这么多人的过来帮我们。感谢我们的广城中华，马丽与我们新竹的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广州的常主任，我特别安排。接下来要经过我们感谢来陈列的，是在我们飞机场外缘的这个七五中啊，我们感谢那个口令发火这个七五中，感谢我们的七五中这个主任委员啊，在这来给我们看戏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请七五中的主委啊，上我们的感谢台啊，来领我们的感谢状啊，谢谢。刚才努力谢谢哦，刚才谢谢。那种非常甜蜜的刚小孩起来祝愿阴山博览一休哈，祝愿张金荣主任委员啊拜师哈，他保佑大地啊，富民之意啊，这是些医圣啊。非常经典的一些历史故事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完整来甲你介绍，但咱等于上网搜寻吼，并就会看到马祖国甲咱保生大。